就喜欢你不离朝夕，日月轮回辗转来去，就喜欢你不问归期。欢迎来到乐乐的 vlog。Hello，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家韩国餐，那今天的 vlog 就开始啦。我准备点这个海鲜豆腐包加辣，然后我们再，你会点什么？再点一个牛肉是不是？嗯，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辣味炒猪肉。那这里是我们的小菜，还有肉都上齐了。这两个鸡蛋是等一下打到汤里的。这是油菜、沙拉、猪肉、豆芽、土豆、泡菜、萝卜、海苔、鱼豆腐，很丰盛吗？哦，这个是他的饭，放久一点会有锅巴。我的汤上来了啊，这个是加辣的海鲜豆腐汤，准备开吃喽。
我这个汤里面有豆腐、鸡蛋、两颗虾 clam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很多墨西哥辣椒，因为我叫的加辣。对，今天这个味道很不错，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吃的一家韩国店，它猪肉给的量也是蛮多的。看这种猪五花，我喜欢这种烤的焦焦的肉。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吃了一半会大包走。我们吃完啦，蛮好吃的，吃的身体很暖和。那现在就是买了喝的，我今天买的是红豆冰沙加珍珠，这个红豆打的比较多，所以还给了我一小杯，所以这个就留着晚一点喝。那我们现在准备去 H Mart 给我老公买生日蛋糕，因为他明天生日，我们明天就在家附近吃，就不会来这么远的地方了。Day two. 这是他们最经典的面包，免费的，非常好吃。然后这个奶油里面是有一点肉桂的味道，甜甜的。然后这一杯是草莓柠檬 strawberry lemonade， 这个是小朋友的巧克力牛奶。Yum, yum, yum, yummy, yummy. 好。嗯。Is that oil? 要吗 ？I think so. Yeah.要不叫他拿多拿两个可以。哇哦，妈咪 serving daddy， 哇哦， once in a lifetime。Cheers。It's not oil, it's butter. Mm-hmm. Oh, I also have butter on there. Mm-hmm.这个热量很高。No, the long ones. No. No, I don't think they have pasta. Hey guys, go. And if you guys need anything else, my name is Cynthia.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Hey guys, what are you doing? Say yummy. Mmm. Mmm. I love this.Thank you.
your jacket in there.饱喝足，现在带小朋友来公园玩一玩。Go！ 3 hours later.